Hello, good morning, everybody. Good morning, everybody.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part two. Yeah, you can see the people is still queuing up over there. A lot of people. Yeah, a lot of them. You can see. Okay, I can't see the end of the queue. Anyway, I go to bring you another very short interview. Okay, so Jason. Okay, I see. Miss, sorry, I have to be in Cantonese. Okay, White Girl. Hi, Joseph. Hey, you're doing live. Yeah, live. Do you know? Live. Okay. Okay, so. He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on the island to do the show. This time, 都 OK 嘅，係咯，同埋始終上面地方大，咁啊場館大，好多嘢睇，好多嘢睇嚇。咁啊，你有冇限量版喺度發售啊？限量版其實都限量噶，譬如你睇下，啲全人手製作嘅嘢就超限量啦。咁啊，今次呢一對咧就係今次上海展嘅限量版啦，叫做做得好靚喎。可以啦 ，OK 啦。即系你亲手嘅，都可以算叫亲手啊。因为其实我做咗个版就交税厂落嚟，然后跟住好多就全部由我执翻晒。其实差唔多系重新画过咁。再几多只？其实今次上嚟系带咗廿零只，因为始终制作系要花好多时间啊。卖晒未咧？希望啦，差唔多。其实我都有机会啊，真系，因为几啲人好虚撼咧，即系。其实应该不错 ,OK,OK,、okay, okay, 应该得的应该得的而且即是威哥的东西真的靓的嘛是的手作嘢，同埋做乜有没有什么期望会不会继续出多啲新嘢因为其实你近期好像我觉得即是一般的产品即是叫市面上买到产品是少一点你集中了一些教是不是教教嘢是的是的教啊教就其实计划紧的我自己喜欢雕塑那方面的嘢的工作看看有没有机会开班啊看看有没有人有兴趣啊即是写实一点的人像雕塑啊什么啊明白、祝阿威哥成功啦因为其实 我自己个人就几希望你多啲产品我都想的其实这个好时机我自己觉得是吧因为国内的市场比较人多他们的接包容性其实大一点是应该是看到的上次去完北京都已经见到个情况所以今次上海其实将上海不是将北京的东西摆了来今次上海起码你都再来了如果上次反应不是那么理想你已经不来了是的是的祝你紧进一步啊 OK 多谢拜拜多谢晒好拜拜好那么继续这段片我看看先咦哎呀那么 Jason 不在因为时间关系我直接影了哎我影下 Jason 的东西先那么 Jason 不在是吗嚟緊咯 ，OK OK 喺度啦，咁 OK， 早晨，嗱咁咧就喂做緊 live 噶，咁咧就朝早呢只，喂 Jason， 你不如走出嚟啦，你走出嚟啦，你都会上到镜，你出边上镜做好啦，你出嚟啦 ，Only you are game， 阿嘉有啲事行开咗，喂，喂你去镜头面前，嗱继续，喂介绍下你今次嘅限量版先 ，Jason 啊。啊，多种用途啊，多种玩法啦、啊，即系有两个头咁咯，两个面可以调转玩咯。咁又闪电胡须啦，有条香蕉啦，系佢武器啦，就唔系我哋世人嘅枪啦，咁样有一排世人嘅牙啦，有对 monkey 嘅波鞋啦，好潮嘅波鞋啦。我想问咧，计唔计下面个箱噶？梗系计埋个箱啦，个箱咁有纪念价值，20周年啊嘛，今次系啊。你做乜猛枪我麦？有时我要讲嘢，仲个麦你揸住我讲唔到嘢。系喎，sorry。紧张一仔嘛，讲嘛，同埋即系好耐冇唱歌咧，梗系啦，再加啦，咁咪 OK。咁呢只而家系限量20只系咪啊？系啊系啊，20只呢只香港版先咯。呢只香港版嚟嘅，如果唔系系上海。即是上海和香港同一版本是啊是啊现在拿着这只周围走先咯。Okay, 可能韩国都是这只的。不过如果看如果收购订就要第二个版本咯。这只色就出够20只就停了然后再出第二只色。是啦、啊、是啦、啊啊。大概几钱啊
大概而家系2200蚊订购价咯，响每场度就系2200蚊，因为系人民币啊。所以记得，即系我唔记得有个盒有冇包个盒唔包个盒包个盒包个盒好靓喎，个盒系皮嘅喎，系咪啊？哇，咦，咁啊个盒都好贵喎，其实都系噶，都系噶，所以都系友情价嚟噶啦呢个。O K， 我觉得 O K 喎，真系我认真噶。吓，唔系话我哋将会有得卖，我先咁讲。真系，咦，原来个盒啊，我觉得又真系 O K 喎。一定要卖添啦，同埋系人手底，系啦，人手做，有都到噶啦。唔系啦，即系有好多部分可能 Jason 你亲手监督或者做翻。个板直头系自己做添噶啦，直头直头捻晒自己做晒啦个板。好啦，咁啊，都寻日都买咗好几只啦，而家今日希望都，我谂可能都卖得晒唔定。我希望收晒订就攞第二个版本出嚟再卖咯。等啲大家恨下啦，咁耐冇出新嘢啦。冇啦，哇！咪真好耐啫，我都好耐冇搞啊，真系。其实咪真好耐啊，不过即系有一少少时间啦。系啊系啊，继续努力啦，大家。当然啦，现场有好多你啲嘢喎，即系除咗即系有时装啊，有帽喎，有好多嘢，有喇叭就已经出过啦，系咪？孤神嗰啲，呢啲系新嘢噶，孤神。呢个新嘢啊，新啊，试下搞啲嗰啲加盟嘢啦，可以样都做下。Innova 系应该可以唔同方向嘅，即系可以希望入到屋咯。即系唔同嘅家庭啊，唔同情侣啊，尤其是所有嘅 lovers 啦。哦，好啊，咁啊，祝你成功先啦。因为今日即系真系好多嘢影啊，我哋就暂时可以简单单单又清楚，最靓靓仔仔咁就算啦，好嘛？多谢你接受。接受访问啦，多谢我嘅 TV 接受 Jason 萧访问。访问，多谢你嘅访问，拜。OK， 拜拜，喂 ，OK。嗱，咁咧我要停一停啦，因为访问咗两个香港 artist 啦 ，Ryan 同埋 Jason。咁咧一阵间会再访问咧一个比较劲，唔好话劲啦，即系嚟自德国嘅设计师 Course 嗰边嘅。OK， 一阵见，拜拜。